诸位同学，大家好。十善业道经，我们讲完了，将十善行落实在五根。那么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学习有很深的感触。事出世间法，如果没有根呢，就决定不能够成就。植物没有根，不能生长。我们修道的人没有根，怎么可能成就道业？那么我们仔细观察现前这个世界，也就是讲这个地球，无论是东方西方啊，中国外国啊，我们冷静观察思维，现在人心没有根呐，所以社会动乱啊，灾祸频繁，人心没有皈依啊，没有依靠啊，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啊。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啊，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居什么样的地位，都没有安全感。事出事发了都如是啊，这是很值得忧虑的啊。我们在这也生在这个时代，动乱不安，如何求得自己的心安，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啊。心怎么能够安呢？谚语说得很好啊，理得啊，心安理得啊，道理得到了啊，你心就安。无论社会怎么动乱的时候，你的心不动，大家不安呢，你会安稳啊。为什么呢？你明理了，在我们佛法世俗讲的，你得道了啊，这个道就是理，理就是道啊，你得道了，你心才安。这个道理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呢，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佛法般若经里头常讲的诸法实相。只要你把诸法实相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的心就安了。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是安定的。安定的心呢，生智慧。唯有智慧能解决问题。
啊，所以在佛门护法天王、西方天王表法的意思啊，西方是广目天王啊，你看他手上缠的是个龙啊，啊或者是蛇，龙蛇是代表变化啊，这右手拿到个珠啊，那个珠就是理啊，是道啊，他掌握到了。哎，在动荡当中啊，他保持着如如不动啊，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宰。啊，天王教我们学习啊。如何我们能够见到理，见到事实真相啊？实在讲，事实真相是我们本来明了的啊，佛法称为明心嘛，本来明了的嘛，本来明了，现在为什么不明了了？这不明就叫无明啊，本来应该要明了的，现在为什么不明了？啊，佛是这样讲法，儒也是这样讲法。啊，你看儒家讲的明明德。啊，本来是明德，明德现在上面还要加个明，就是说你本有的明德现在不明了。啊，必须恢复你的明德啊，就明明德了。由此可知啊，儒佛之道是一不是二啊。啊，其他宗教里面也有讲到，没有讲的这么清楚，没有讲的这么明显啊，意思都有，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用功夫啊，真正讲到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我们才算是有成就。如果到不了这个境界，不算成就啊！啊，到不了这个境界了，要想了生死、出三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但是念佛一生成就的，绝不偶然。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这一生当中啊，他什么都不懂，迷迷糊糊念佛能往生了，过去生中啊，多生多劫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多不少啊，啊他才能成就啊。善根福德因缘少的人遇到这个法门，他不相信，他怀疑，不能接受，依旧空过啊。所以我们晓得接受这个法门，欢喜这个法门，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不是普通人啊。啊，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佛在经上讲的啊。啊，所以一生遇到净宗念佛往生也不是偶然的啊。因此啊，我们纵然遇到
见到、听到，啊，有不相信的，甚至于毁谤、排斥的，我们心里很清楚。什么原因呢？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他还要修很多劫。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你看阿舍王子那500人。佛说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这个善根福德相当深厚了，但是还没有资格往生净土。啊，你看听佛讲无量寿经，他们生欢喜心，不排斥，心欢喜心，没有意愿去往生。啊，只希望是，哎，我将来做佛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不发往生的愿。然后你才晓得，过去生中供养400亿佛，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你才晓得这一生当中，就算是愚夫愚妇，啊，不认识字的，啊，乡下人。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立刻就想求生极乐世界。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超过20万字。啊，那我们心里就知道了，他超过400亿，过去生中供佛超过400亿。啊，他这个缘才能成熟，事出事发哪有偶然的事情啊？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要知道珍惜。啊，至于下牢居士会记本的问题，那这个时代，楞严会上讲得很好：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当然要排斥。啊，当然要回谤，我们的正常现象。如果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善法佛法最兴旺的时代啊，不会这么衰微啊。啊，所以我们看到正常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呀。啊，只要我们的种子不灭，必定能发扬光大。啊，为什么呢？正法，纯正之法了。啊，所以有些人说只汇集的居士汇集，那错了，你这个观念就错误了，这个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两尊佛住世，一个示现出家，一个示现在家。维摩居士是在家富豪，啊，这个我们在经上都看到的，啊，你们就读维摩经，啊，维摩居士啊，示现生病了，释迦牟尼佛派他的弟子去问候他，啊，目犍连舍利弗，这都是出家人，都是大弟子，啊，见到维摩居士，顶礼三拜，又饶三匝，那，啊，这经上有记载的。佛当年这些出家大弟子对维摩居士看作释迦牟尼佛一样，决定没有分别，听他讲经啊，听他教诲啊。啊，那我们出家在家这个界限分得这么清，执着这么重，你出不了三界。这佛在一切经上讲的，执着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分别没有了，超越十法界，你还有这么严重的分别执着，你出不了轮回。啊，修得再好，出不了轮回。啊，你修得很好啊，也不过是三界有漏福报而已。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啊，这个一点浅显的道理要懂啊。
啊，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安？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假如果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心就安了，心安理就得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解决今天整个世界这个安危的问题，关键是在教育。啊，我们在讲习里常常提到啊，政治不能解决，武力也不能解决，啊，经济不能解决，科技还是不能解决。啊，什么东西能解决呢？身心教育。啊，所以我们常常想起古老人常常讲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哪是老人呢？古圣先贤是老人。啊，孔老夫子是老人，释迦牟尼佛是老人。你不听他们的话，你眼前就吃大亏了。非常非常有道理啊！所以居士当中不少是诸佛如来化身的，我们肉眼凡夫见不到。啊，那么说个实在话，释迦牟尼佛讲经，这讲了49年，他老人家也是会集的。啊，清凉大师在《华严经》40华严玄义里面这样说的。啊，释迦佛一生没有说过一句佛法。他所说的呢，过去古佛所说的，哎，跟孔老夫子一样，述而不作，没有自己的意思。啊，古佛是这么说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所叙说的是汇集古佛所说的。啊，孔老夫子所说的是汇集古圣先贤所说的。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啊，所以世尊灭度之后啊，教导我们后人的四义法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四义法能帮助后人断疑生信。啊，第一个，以法不信人。啊，法是经典。啊，第二个，依义不依语，这句重要。啊，依义不依语是意思对了就行了，言语长说短说没有关系，深说浅说也没关系，意思对了。啊，所以佛不要求啊，字字句句要跟他一样，不是这样要求的。哎，只要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啊，那汇集就行了，只要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啊，又何况汇集不是从下联句开始啊。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开始啊，他是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的，这个本子收在龙藏里头。啊，你要是他不应该汇集，错误的。怎么可以收在大藏经里头？啊，凡是佛门四众弟子的著书能够被收在大藏经，都是当代一些高僧大德肯定承认，这个不错。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上奏皇帝啊。皇帝批准才可以入藏啊！
啊，入藏是代表肯定啊。啊，那么这就是汇集是可以做的。啊，如果说汇集不能，汇集一定要把它除掉，哎，那也是好事情。为什么呢？我们佛门的早晚功课是汇集的，你们想想对不对？现在许多道场里面的忏仪是汇集的，那水陆忏仪是汇集的，梁皇忏也是汇集的，啊，那就通通都不要，都不能要了，啊，也很好啊，和尚没事干了，啊，好好的念佛参禅打坐，好，啊，一切是非就没有了，全都是汇集的。啊，所以你们想想，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把它废除排弃掉？人家连着一想，将来所有的忏仪通通都要废弃掉。为什么？它是汇集的。啊，那我们现在净宗，我们提倡的，我们的法会很少，啊，每一年只有祭祖，啊，中元、冬至。啊，我们打佛七祭祖，最后一天，我们放一个三世心念，三世心念也是汇集的。啊，中空禅师汇集的。啊，所以这个毛病很多啊，你仔细想想，不是个单纯的问题啊。啊，如果说不汇集一定要把它消除，中国佛门里的所有寺院庵堂没事情做，真的清净道场啊，连早晚课都没有了啊，早晚课诵本都是汇集的啊，所以我们说话不能不小心，不能不多想想啊！啊，汇集是可以的，汇集的标准是在能不能信守原意啊，他会所汇集的确确实实保存了。经本里面的原意，这就是正确的。啊，你看看龙书的汇集本，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这诸位常常看到啊。啊，弥陀经要解，啊，这是弥陀经苏钞，莲池大师苏钞，啊，苏钞里面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一半以上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啊，由此可知啊，莲池大师对这个本子很熟啊，啊，引经据典一半之上采取了啊，龙书居士往生是站着走的啊，第二次汇集。是清朝魏默生居士他是咸丰年间人那么印光大师批评这两个本子不是说不可以汇集汇集的不好啊，最反对的地方是他把他的原文的字改动了啊，这个例子是非常不好的例子啊，他们来改没问题，改的确实比原译本好，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这个例子开了之后，将来的时候，一般人看到，哎，
这个他们都可以随便改动经文，我们看这个句子不通，我们来改一下，你来改一下，他来改一下，到后来这个经本不就面目全非了？所以不可以。纵然看到古本里有错字不能改，可以注在旁边，这个字可能是错字，注在旁边不可以改，就希望代代相传呢，能保持经本的原来内容，用意在此地。下联句老居士这才花了10年的时间呢，过去汇集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用心没有这么转，时间没有这么长，又何况夏老自己修行的功力，他确确实实显密宗教他都通达，他不是一个平常人，没关系，那么长的一篇序文里面那讲的多清楚啊，介绍的都明白，我们要深信不疑。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念佛弘经，讲经说法50多年了，他一生心智专，所以他有成就了。他早年好像是48年还是49年，他得到这个汇集文，尤其看到梅光系的序文，梅光系是他的老师，李老师的教是跟没关系学的，念佛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就看到老师的序文，读到这个本子无量的欢喜，因为老师就是这个梅居士跟夏老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关系非常密切，这个本子传到台中之后，李老师自己就讲了一遍，做了一个简单的注解，没注，用毛笔亲自写的，写的都很规矩，这个本子我们印出来了。供养大众，原本在我楼上，你们许多同学都看过的，李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有使命依照这个本子修学，弘扬光大，我有使命，我有责任，所以我常说天下人都反对这个本子，我还是会修这个本子，我绝对不会动摇，那么这十几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许许多多往生的瑞相我们看到了，不要说在别的地方，就是在此地，在马来西亚这很近的地区，我们看到以这个汇集本修行往生的瑞相，你们同学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居士林的老林长，
啊，他就是以回籍本修行的。啊，你看三个月之前预知时知，啊，这个瑞相这么多，这么清楚，啊，这个在佛法讲啊，叫作证传啊，啊，这些人来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我们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了，啊，全心全力，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啊，我们要有信根呐，啊，信心念定慧要扎根呐，我们就有成就了，啊，世间不管怎么动乱，我不动啊。那危机再多，他为我不为呀！啊，我死了之后，我知道到哪里去啊？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没有恐惧，没有畏怖啊！啊，这个叫离得心安。那这道理搞不清楚，你这个心就决定安定不下来，搞清楚搞明白自然就安定了，啊，定能生慧，啊，慧才能够啊长生欢喜心啊，啊，懂得怎样处世待人接物，啊，知道如何修行正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